创高带来的 GDV 社群心得。嗨，大家好，这个专案是拉人更轻松，然后，对不起，这个专案是由台大育联计划的他们所发起的一个关于 GV 的网站，就是因为过去一直没有人想要去改它，然后我现在算半个坑主，所以他们就找我一起合作去改这个东西。所以，这个专案基本上原则上是针对 GV.TW 里面的一些内容，还有一些新的功能去做讨论。那目前我协助制作的是，现在就在未来会多一个页面叫做社群心得的分享页，所以今天就是想要募集大家，不管你是新参者还是你是参加很多次的，都欢迎大家来写心得。那要怎么写心得呢？未来这是上次在放轻松的时候很快速做的一个 markup， 就是大概会有一个这样子的页面去呈现大家的心得。那要怎么写心得？大家可以看，这份共笔里面它有一个社群心得的一个简单的模板，但这个也都还要完善，所以今天也欢迎大家对社群基础建设有兴趣的，可以来找我们讨论，就是要怎么共同制作这个东西。那要写心得，就是在 HackMD 上面开一篇文章，然后帮它标上一个 tag， 叫这个，看得清楚吗 ？Insights for G0V.TW 这一个 tag。帮他标上这个 tag， 那他在未来就会出现在 GV 的官网上，就这样。好，然后其他部分。好，所以我们对官网的更新计划，还有其他一些，比方说界面优化跟GV News 之后要怎么呈现的问题，那我们会跟 Sean 一起做出来。然后如果大家对官网的其他任何部分有建议的话，也可以来跟我们提出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还要最重要的分享是我们下周日会负责举办25次基础松，应该是25次，是24号，二五下周日的晚上，下午2点，在那个社群建中旁边的 NPO Hub， 对，然后就欢迎大家，如果对协作官网的基础或者其他基础建设更新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一起来找我们。好，那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